这事我不能就这么算了。我知道错了吗？您就放过我这次吧。你如果真的还为冬天跟赵丽着想的话，结束与朱市长的关系。什么？他说要叫我辞职吗？我绝对不会离开。他是为了帮蔷薇那个女人吗？原来蔷薇是这个女人的花名，不是真名。那个女人的真名叫朱爱罗。朱爱罗小姐，请问你认识徐太阳吗？周一至周五晚间8点到10点，秘密的女人，东森戏剧台。